对于上天给我的跟你们给我的都蛮珍惜的，然后也会一直珍惜下去。也希望我还可以继续做自己以及身边的人的太阳。很多人越来越有自己生活的样子，然后很开心能够再次来到香港跟大家见面。对于上天给我的跟你们给我的都蛮珍惜的，然后也会一直珍惜下去。也希望我还可以继续做自己以及身边的人的太阳。